我国是不是第二十五届国家品质奖二十颁奖，这是国家最高的荣耀。那么它在永续发展好一部分，包括的碳排量和减废量定项目，通过着新核的标准。绿色大学废弃物处理排名是全球百名之内，因此获得着永续发展典范奖。南华大学因系第二十五届国家品质奖永续发展典范奖，校长林聪明对总统蔡英文的手接下输赢。这个奖是由经济部经过严格的审查和实地分析，根据永续经营和绿色环保的经营理念，检视组织如何落实永续发展。南华大学在绿色采购、污染防治、安全卫生等项目深获肯定。我们在环境永续方面推动的成果相当不错。我们各位在座的这个地方是世界百大的绿色大学，我们经过评比是全世界20000多所 大学的第92名，是进入百大的大学。在这边同学可以吸取很多的分多金，你进来这边就好像是一所森林大学一样。我们在废弃物处理方面也达到全世界大学的第二名，在台湾国内是第一名，也被评审为永续发展环境教育的第一名。我们在推动相关的三好还有智慧创新，在教育部啊，我们很多的评审是经过教育部国家图书馆评审的学术影响力私立大学第一名。我们很多的评鉴的成绩都非常优秀，非常优良。根据了解，在绿色永续发展上也通过新核标准。南华大最近三年表现，在绿色大学废弃物处理排名是全球第二，因系国家最高荣誉的经营品质奖，是实至名归。你好好的发展太阳能等绿色能源，伊落实着节能减碳，其起在2021年达到自主碳中和，更个零污染、零废弃物的生态好环境。另外，南华大近期的教育部蹲点计划专业补助，有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来到南华大学，针对着永续发展的课题，进行着半年的学习和观摩。新闻科技红大拿点采访报道。